情一条路，不是阮这把英雄，望你来谅解。哪会行来同情一条路，拄着一头家，还钱做伊走。说拆就拆，好像我们16年前一样。现在在追杀，就从去年了，就一直在追杀，追杀上法院告我们啊、哦。像我今年已经78岁，还在种田啊、哦。农田是越来越宝贵，无论科技怎么样发达，大家是不是要填饱肚子啊？是不是啊？是。所以啊，这个政府哦，把良田哦。都征收掉，这个是不应该的啊、哦！我希望，能够这个大埔事情，好像我们这个田埔观赏公园连线的这个事情哦，啊，政府要站出来解决，不然的话哦，我们号召大家999哦，一起来包围马英九，谢谢大家。我要讲的迄款，啊，阮会长甲社区理事长伊家拢讲，我住伫环岛啦吼。我怎啊要讲吼？讲吼，即个咱大家所有现场甲遮警察先生，恁遮警察先生吼，若要干交就爱干交，马英九甲吴敦义，吼，安怎啦？恁应该今仔日礼拜四啊，恁是好好放假带恁的。无阿囝去享受，所以讲来遮安尼直接足，我甲恁看恁是足够无辜的就对啦吼。啊，但是恁来看讲，阮每摆来伫遮咧抗议，恁一寡有良心的警察嘛是真好，啊一寡无良心的爱创卡甲人趁，吼，这有够无良心。白茶鸡啊，白茶鸡啊！我今仔日讲白茶人啊，白茶人。你本来吼、哦，白纸写乌字，甲大波讲烟蒂保留，吼烟雾保留。但是你白茶鸡啊，已经过时啊！你即摆以后白茶鸡啊，若要出门哦，你爱挂口罩，唔通讲话，你讲话无算话。啊，恁遮警察先生哦。恁实在哦，无辜，恁若要骂骂，你还唔能骂阮遮？即摆阮咧刁民，空手也无迄落，若有一粒来打一包粉，剩下拢敢有啥物武器？啊恁若进来，都安尼话，啊！大家看看我手上的这张图，刚才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拿到了，上面写的是。苗栗明月四起的十大案，告诉各位，苗栗在过去刘正宏主政的7年以来，这些重大开发的争议，它不仅仅只发生在竹南大埔，它不仅仅只发生在后龙，它还发生在竹南的旗岭，它还发生在卓南，喂，它还发生，它甚至还发生在院里的风机。设置的争议上，过去一直有人说刘正宏他非常的努力，他为苗栗带来很多的地方建设，他为苗栗人带来了什么三大男高音啊、哦、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，在过去苗栗在刘正宏主政的过去十年以来，苗栗县政府的赤字，光是过去10年之间就暴增了200亿。
一直到现在，苗栗现在的举债，县政府的举债已经达到将近500亿的规模，平均每一个苗栗县议员平均要背债9万元，到现在他口袋听说哈，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哈。600亿。当地居民没错，当地居民现在都叫他600亿啦。我问各位，有人说他因为地方带来开发，可是地方政府却是不断的背债，但是那个县长却口袋荷包满满，有这种事吗？田里山有这种事吗？我跟各位讲，我们的都市计划法重要的修订是在民国62年完成的，各位特别记得这个时间，民国62年，我们现在履行的区段征收，尤其是底价地市的区段征收，它是规定在平均地权条例里面的第53条。我跟各位讲，它什么时候订定的？是民国75年订定的。快请大家记得这个时间，一个是民国62年，一个是民国75年。我问大家，我们什么时候解除戒严的？我们是民国76年解除戒严的。我跟各位讲，都市计划法、土地征收条例、平均地权条例有没有在民国76年针对这些重要的规定进行修改？有没有？都没有，都没有。我跟各位讲，我们现在是仍然存活于过往的戒严体制里面，大家知道吗？Yeah.